台东专科学校5月22号中午在致亲堂办了一场喜宴，参旅管理科主任陈清和成了主婚人，学务主任洪维泽担任宗破塞，二专部及五专部学生担任餐厅服务生及厨师，老师和家长成了喜宴上的座上宾。他们感谢老师这五年及两年的教导，所以他们把他们所学的所会的目前依他们的形式来呈现。这是东专参旅管理科二专及五专毕业生的成果展，以双喜临门为主题，准备19桌共9道美食佳肴宴请师长，在场的厨师服务生都是毕业生担任，角色互换，煮出学习成果。黄清海采访摄影。